小龙虾，哇，好想吃，第一次吃啊。为什么人家吃小龙虾那么容易吃，我吃小龙虾怎么那么难啊？感觉好难啊，还要拔它的尾。是我没吃过小龙虾，太爽了，这种感觉。我感觉我是真的从农村里出来的，没吃过小龙虾，第一次吃。这个肉爽到爆，嗯，好吃好吃。